等一下收拾一下家里。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现在是早上8:30，今天是周六。自从我上个周开始上班之后，我感觉就是周末啊和不用上班的日子真是非常宝贵。虽然我每天基本上都是8:00到8:30起床，但是我今天因为放假，所以我们要出门。对，而且还因为前两天英国一直下雨，然后今天我看外面就是不下雨，天晴了。虽然不知道可以晴多久，所以我们就抓紧晴天的时间来出门做一些采买。因为这几天基本上就是阴不阴晴不晴的，然后现在应该是上午，现在看来会天晴，但是还是蛮冷的。所以我一会儿等准备来化一个妆，然后我们要出门去市场买一点蔬菜。因为英国的超市我感觉就是青菜的选择特别少，它会有一些绿色的豆，但是就是真的像我们亚洲吃的那种青菜真的是选择比较少，而且除了就是很难说有一种很好吃的青菜，但是如果你要去市场的话，它就会有一些什么菠菜呀，或者是扶手瓜这样的，还有茄子这种，青椒也很常见，就是在亚洲非常常见的蔬菜，在市场都可以买到。而且今天周六是市场最后一天开，明天就不会开了，所以我想说今天就把它买一买。虽然说是英国超市也有青椒，但是经常就卖完了，可能大家也觉得青椒比较好吃吧。对，所以现在就是要来化一个妆，然后我们就出门。今天化了一个粉色系的妆，我的口红和眼影是粉色系的，然后其实整体看起来就是比较优雅的那种淡妆，然后里面配了一个衬衣，又是配了一个大衣，这样有点酷酷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啦。我最近特别喜欢背我自己勾的包，就是我发现找对线材之后，就是勾的包就会又好看又实用。给你们看，今天天气超级无敌好，蓝天白云多难得呀。英国天气就是有点反复无常，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就是你说它春天了吧，确实花也开了，但是如果就是下雨的话，又会降温到8-9度。上个周周三就是不下雨，但是闷闷的天气就会到18度，就是反复无常。所以我昨天在跟我的 manager small talk 说，他就说就是典型的英国天气就是这样，动不动就会下雨，然后下雨就会很冷，然后就阴天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会趁有阳光的时候就多出来走一走，因为大家感觉周六都比较晚出来，所以现在路上人也很少。我准备要先去喂一个鸟鸟和松鼠，然后再去买东西。嗨 ，Good morning。我其实之前不太会这么早出来买东西，我一般都下午出来。然后我今天早上出来，感觉就是空气比较新鲜，而且人也比较少，感觉应该等下去市场也不会特别多，我觉得蛮好的。这里是考文垂的教堂，这里是教堂的钟楼，然后这下面有一片绿地，就是松鼠和鸟比较经常出没的地方。我感觉今天可能蛮早的，我一般中午来的时候松鼠会来晒太阳，然后现在有一点点早，可能有点冷，他们就待在树上，一般就在这里会有就是阳光的时候。现在就是天晴，但是阳光不会照在地上，他们会在阳光可以照在地上的时候就出来晒太阳。然后这里有开不同的花，这里有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好眼熟，后面还有粉色的花。因为松鼠其实我感觉不太喜欢跟人亲近，所以如果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就会把花生放在角落里，他们就可以自己找到，或者是放在树底下，然后他们有过来的话就会看到，就可以吃了。我之前买了一个防水的装零食袋子，就是一样这样的一个零食袋，然后我买了两种，一种是这种小的谷类可以给鸟鸟吃的，然后大的花生是给松鼠吃的。就如果他们不在的话，我就把它放到他们比较经常出没的地方，这样他们来的时候就可以吃到啦。
因为这边很多人喂鸟都会喂面包什么的，就是对鸟的身体不太健康，所以我一般就会买一点饲料，因为这个一大包大概600克，就是1磅而已，就是也不会很贵，就这一包也就是50克大概，所以真的可以喂很多次，我就去买了饲料来喂它们，就比较健康一点。嗨，小鸽子们，嗨，大鸟，嗨，鸟鸟，嗨，小松鼠。我感觉英国就是，如果不是那种特别规划的公园，它外面的鸟应该不会有人喂的。所以如果你可以喂它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应该还是蛮好的。但是如果公园里的鸟，它就会自己形成一个生态，那就最好不要去喂了。那样的话，就会如果再喂的话，就会破坏里面的生态。而且我发现很多公园它会写，就是你不准喂，那大家就不要喂了。这里野生郁金香好大一颗。只可惜后面有一堆垃圾，没有那么好看。嗨，好啦，我喂完了，现在要去买东西了。我感觉刚才那就是这边唯一一只特别喜欢跟人在一起玩的松鼠，可能它觉得有吃的吧。对，我每次到这里，它就都会想过来和我玩。我感觉其实。这也没有那么好，就是其实动物不应该和人这么接近的，但是它就是不喜欢跟别的松鼠玩，它就喜欢跟人玩，就挺奇特的。然后每次周六感觉这边都会有什么，有的是自己放音乐的，然后有的就是自己弹唱的那种。对，其实我挺喜欢这种小镇氛围。같이하루시작하고온종일한손엔 Ice Americano 피곤해죽겠네지하철속이장면어제꿈에서봤나아참내일이지지나치고 Oh oh 바쁜이삶에그냥흔날에그애를보고말야영원했던하늘이무너지고어둡던눈앞이붉어지며뭔가잃고온게있는것같아괜히이상하게막울것만같고그냥지나치는게나을것같아나는생각은다질색이니까我回来啦，我刚刚在市场还买了一斤虾，他这边在市场买海鲜都会拿报纸包起来，就是它水就不会漏，到处都是。然后买了一个肉桂卷，但是它应该不叫肉桂卷，它是 cinnamon bun， 它是高的那种，它不是扁的。我感觉好像扁的应该叫肉桂卷，我不太确定这个中文到底应该叫什么。但是玛莎的 bakery 我觉得都很好吃，就是你不管买什么都很好吃，就是面包我也买过，然后甜的我也买过，都很好吃，就是很好吃。然后好像我感觉只有玛莎有卖米河粉的，所以我买了一个河粉，因为我前两天买了一个那个佛的汤料，然后我还买了那个 short ribs 的有牛骨，所以我想等到汤料之后我就可以来做一个佛试一试，看看会不会和外面卖的一样好吃。就是我感觉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汤底，如果买了汤料的话，然后买了对的面应该会差不多吧，我猜。然后蔬菜买了这个萝卜，1磅的萝卜，还有菠菜。我感觉市场买这种菠菜比较好吃，它就是和超级大颗，它就和家里吃的是一样的那种菠菜。我之前买过
英国超市里面的 baby spinach， 我感觉它吃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只要是吃多几口之后，我就感觉我的牙好像被磨损了一样，就是我到现在没有查到到底是因为什么原理，反正我当时就感觉吃特别不舒服，所以我就再也没有买过。不过那个应该比较适合生吃，这个就应该只能煮来吃，就是不过这个比较亚洲一点，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然后还买了两个青椒，就是英国超市的青椒经常就抢没了，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三十堆它很多就会有，如果你买青椒就可以挤十倍它那个点数，所以他们就很多人会买吧。我感觉就是它就是其他它有红椒和黄椒都可以买到，只有青椒买不到，但是我觉得只有青椒最好吃，所以我就觉得还去市场买了青椒，大概就这样。今天这一共应该是10磅多一点，我去试了那个唇蜜，但是我没有买，就是我还在纠结这个颜色。我现在嘴上的是08，我现在嘴上的是08号，但是我真的感觉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我可能再思考一下，应该就会买这个。这个其实比我本身的唇色会稍微再浅一点，所以就是有点肉桂色吗？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越看这个色越好看，原来还有一个稍微偏粉一点的，我觉得也不错。现在就是戴这个戴久了之后，我觉得就很好看，而且它这个唇真的很不容易掉，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的粘头发，但是还好，就是这种唇蜜它就会有点粘，不过真的很润，就是也不会，真的是不会卡纹了。我之前不管是滋润的唇膏，还是稍微偏干的唇膏，或者是唇釉都会卡，然后这个就完全不卡，我真的太喜欢了。就是我有可能再挑别个颜色就再看吧，因为 Boots 这个周在打折，它就有 3 for 2， 就是你花2个的价钱可以买3个，就是美宝莲的全线产品都可以买，所以我可能明天或者后天再去看一下，再来买。对，现在准备来做个午饭吃，因为刚刚跟我妈试了个频，现在已经快要1点钟了，就是要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我今天中午想来做一个韩式辣豆腐汤，给你们看这个菜有多新鲜，就是它上面还沾着土，就感觉是早上刚摘完就拿过来买一样，真的很新鲜，只是洗的时候要稍微多洗一下。真不错。这个虾还是挺大一个的，今天中午来吃4个。然后其他的就冻起来，15个，再来一个，它有大的有小的，这个就比刚才那个再大一点。现在我已经吃完饭了，现在是2点多一点，星期六下午这是我的休闲时间。我今天下午准备先和朋友一起玩一会儿游戏，然后家里被我搞有点乱，所以等一下收拾一下家里，然后晚一点应该会去运动一下。然后我晚上想再弄一点工作的事情，因为我昨天下午其实没有怎么在做工作，虽然他说建议我可以早一点下班，但是我感觉昨天有点东西没有弄完，所以我准备晚上再稍微弄一点点，然后剪一下视频，大概差不多就要睡觉啦。我刚刚运动完洗完澡，现在有点饿了，所以我准备来先做晚饭，然后再来收拾家里。
今天晚上想做一个干炒牛河，试一下我新买的河粉怎么样。我今天要来用的是这个 beef short ribs， 它其实就是牛仔骨。我感觉这个是英国最好吃的牛肉，就是它是雪花牛，所以它就肉质会很嫩，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用来做汤，这个肉可以片成片涮火锅或者是炒来吃，或者是烤肉都特别好吃。我今天要用它切片来做牛河。你别看它很大一块，我感觉处理起来也挺简单的，就是拿外包装撕掉之后把骨头和肉分开就好。它其实界限很明显，就是这里这边是骨头，这边是肉。而且其实它骨头和肉之间有一块筋，所以其实这样片的时候基本上筋就会留在骨头上面。今天来用一半，然后另外一半这边吧，这边比较好看一点。另外一半我要等到周一的时候来做粉吃。你把它切片，然后我们来腌一下。这个肉真的超级漂亮，它中间有油花，特别适合做潮汕牛肉火锅吃。放一点点酱油，一点胡椒粉，一点五香粉，可以再加一点黑胡椒，但是因为我的黑胡椒要磨，所以我就不沾我的手了。一点点，调一个底味就好，因为我们等一下做干炒牛河的时候要加酱料，所以我不想让它整体很咸，就是腌肉的时候就不会放太多的调味料。在腌肉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煮米粉。我不想吃太多菜，所以我应该就只煮一块就够了。这个我后来发现它不是那种很粗的河粉，就是和在家里吃的一样，它是稍微细一点的河粉，就是其实比较适合做汤河。但是今天就凑合一下吧，我们先来煮这个。英国特别好，就是它会在包装上写建议煮多久，基本上按照这个时间就是可以煮到一个好吃的程度，就是能煮熟并且好吃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它这个上面写的来煮就可以了。然后但是我们煮完之后要过一下凉水，因为我们等会还要炒。然后它这里有写，如果是你只是要直接吃的话你就煮五分钟，如果你还要炒的话那就先煮四分钟，所以我们再等水开然后来煮四分钟。一小片超可爱。在等面水煮沸的时候，我们先来调酱汁。我后来去买了一个这种量勺，就是做起来特别方便，用来量什么东西的时候特别方便。因为今天是一人份，所以我不想做太咸，就是按照比例少加一点就好。我用的是半勺，然后就是两勺酱油，按照半勺为准的话是两勺酱油，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再来一勺糖，因为干炒牛河是有点咸甜的感觉。我们水开就先把盐放下去煮。这个河粉冲完凉水之后就是很弹的，而且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粘在一起。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炒牛河。牛肉一定要炒的时候火要大一点，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水。我刚才除了拌了玉米淀粉之后还拌了一点油，所以锅里再稍微加一点点油下锅就可以了。